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潘大帅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那么，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至高杰作精选的第四天第四场，一场封眼的比赛。这一场，哎，其实我也是蛮喜欢看封眼的比赛的，因为不到最后呢，不清楚啊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。有的时候，对吧，电机开了快了，然后你守死一个人，然后就觉得啊，这局应该平了。但是封眼不一样，封眼有的时候前期取得了优势，然后，对吧，万一被迫换挂，换挂了以后，到最后有可能就是。人人上挂，但是人人跑门啊！这个也是之前我们看到了一个华强流封眼，就是打的，让我们就一开始一度以为这个封眼取得了优势，但后面被球人打了回来啊！所以封眼的比赛我还是比较喜欢看的。这里的一个空军，他刚刚翻板是有加速，翻窗没有加速，那么他的一个天赋就是一个单弹配搏命的天赋啊。这个天赋是因为这套阵容当中机械师可能没有带搏命，老头这边躲一躲枪，因为这个地方交枪呢比较难躲，但是空军没有交，拐弯口交不交？交枪，哎呦，这个交枪稍微有点拼，感觉刚才那个地方交枪呢更加的安全一点。这个地方万一老头蓄力刀挥过来，有可能会打中啊。这里绕一块板子，抽一刀没抽中，下板老头不踩，交不交闪现也不交。这个点位其他屠夫不太好，不太好追人，但是封眼其实还行，你下板我踩掉就好了，踩的贼快。再抽一刀，哎呦，这里刚好是一个时间点啊，这个就是抽刀有的时候就是你的一个时间点刚好被对面给克住了，对面就喜欢慢一秒下板的，那你也没办法。这里打一刀以后应该是要交闪现了，看他这个走位啊，这个走位，哎，这个走位的话有可能闪现都要省，因为前面这块板子踩掉是很好抓的，他不踩不下这块板。不在这块板博弈，那么这里应该是直接要倒了。看一下，交闪现必倒，这里翻窗一刀直接倒。我感觉刚才那个地方可以稍微博弈一下，然后绕一圈，把那个封眼的那个叫什么封眼的闪现逼出来。因为你是一个单弹空军，你翻窗是没有加速的，所以说封眼根本不怕你啊。你下这块板子绕一圈，然后找机会再翻。哎，这边看这边这个位置很危险。我们看到没有，这佣兵是过来秒救，大家看到没有，这佣兵过来秒救，因为这个地方一旦被封起来，这佣兵永远救不下来了，或者说进来救就是双倒，而且你救下来以后你也出不去啊。这边老头外面两层一封的时候的话，这个是救不了的。刚才我觉得老头既然已经封了一面墙，另外一面墙也封上，有可能这个佣兵也走不了。现在的话因为三台电机开掉，而且外面是有机械师娃娃的，再补一台机，老头这边的节奏不好打，开始要滑墙控电机了。找这边干扰一下调香师，挂上。整体上面因为这个佣兵是一个满血，还能再救一波，但是电机呢不足以快速的开完啊。理论上面来讲，这局这个空军应该是会被上挂飞啊，会被挂飞。但是后续的话，因为前期的节奏太差，感觉上哎这边打了个椅子了，感觉上很难交闪现，然后想要保平了，这个应该就是想要保平了。直接可能会切个传送吧，它是一个封窗天赋，封窗然后带底牌的一个天赋，应该是挂死空军，还剩两台机娃娃，这娃娃当面进柜，这娃娃当面进柜，老头应该听声音都听到了吧？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这当面进柜难道没听到？你真的老了吗？哎，这边超载过载来进行滑，能不能滑死？好像滑不住，哎，这边封哦，能不能再封一道？好，口子上面应该是滑死了，这地方应该是全线被围，那这个调香师，这机械师要倒在这里了，而且他的娃娃还在那个封眼的脸上，这时候他娃娃还不敢出去，这机械师只能慢慢自摸起来了，或者等待会等队友，滑死，老头知道，哎，我就想这老头不可能瞎了吧，这看都看见了，好。那这样的话节奏上面慢慢的往封眼这边靠，因为外置位现在少一个人，然后管住一台遗产机，中间的电机还在被封，那么求生者这边应该是要重整旗鼓啊，慢慢的休血，然后把这个机械师摸起来。但是这个机械师倒的位置是不太好，倒的位置就是刚才我们看到挂空军的地方，那两边墙一封又救不了了。这时候继续啊，这等强消，然后继续管中间的电机，牵起来这张椅子啊。这张椅子给大家讲一下，两边的墙一封，首先呢，哎，这个佣兵很聪明，再来秒救，一定要秒救，这个一定要秒救，帮忙下块板，对。啊，这个佣兵已经，这个佣兵是一个有经验的老佣兵，
打一刀，好，挂上电机能不能亮，电机中间的电机还是被干扰，那么这里应该是继续要来挂，哎，不挂吗？挂上以后封死啊，电机亮了，完了，有点太过于控场管电机了。那这里本来很好的一个节奏啊，本来很好的一个节奏，现在的话因为没有挽留，然后机械师一波加速到这边，这边还有板子，还能玩一会儿，绕一圈。哇，刚才挂上的时候还很有机会，因为挂上以后佣兵基本上救不了了，这佣兵救不了，就算大心脏压好了你也不一定救得下来。现在这边想砸头板子没砸到，但是应该是走不了这条，机械师走不了。嗯，那波怎么说呢，每个人的一个节奏感是不一样的，像我就是有的时候抓到人就喜欢直接挂啊，挂完以后再去管电机，但是有的人呢他就会选择先管电机，反正你又摸不起来，对不对，你旁边又没有人啊，节奏感不一样。没有这个谁好谁坏啊，只有就是适合哪个不同的节奏啊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